有些事必须一直掩埋。我中，我抠他小鬼，你随便打。不去是不，是不是不去？输瑞玛的时代尚未到来。不去我去。世间存在着不朽。不亏。死个样，哎呦我操，这么吓人吗？变回尘埃吧，太吓人了。我吓人呐！有些灵魂注定摸个不灭。别别别！操！是一位严厉的女神。我们即将迎来清算。吓人呢！不要考验我的耐心。凋零！哎呦我操！快杀！一会儿杀不了了，赶紧按技能！不亏，不亏。幽灵，给我吧！天空是无忧且垂死的星辰。哎，我这塔皮他妈上一滴血，确实挺让人难受啊！跟我作对。给我了吧，幺十二，
要死。给我们吧。瑞文为啥不反打？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，就是我们的抠刚才必须比他的平 A 出手快。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。跳弹、没有跳弹，他闪了，我看见灵光披风了，没有跳弹很烦呢。没有 AP 伤害，那积木出钢之心，把蓝枪杀了吧。你们带了个人过来，这边有点狼，这有眼儿啊，有眼儿你好使啊。积木太烦人了，那积木太烦人了，积木他妈有个智盲，吸呀吸呀，积木我他妈今天不打死你，看着呢，你这老七。你要能扣他，你早跟我说呀，就不焦急跑了。
老子呀。随便来个队友就行，随便来一个。来呀，来个人啊。怎么记着我以前打过这局啊，然后最后我们这局输了，因为对面掘墓人一直在线，我们队友都是反的。我好像打过这一局，就是对面是个绿纹女警，也是闪到这个位置，我好像打过这一局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。拉克斯，我就想问一下子，一共17个人头，你020，你对这整场游戏有到底有什么贡献？你的贡献在哪里？没他开不了，没他也能开。我家门口有条狗过来，也能开呀。他不如小狗，那肯定的，那狗对你马人听话呀。先帮我把这提莫给我杀了，提莫太烦人了啊。这也能踩夹，我不理你。钓个鱼。先帮我把这积木杀了，妈的，这积木太烦人了。哎，仔细看一看，这瑞文好像确实有点东西，但东西很少。别干呐！把他先杀的鸡呢？
一个远弱无力。死亡祭祀就要开始了，你的战霸龙吧，拍不下来呀、啊！哎，这积木太烦人了。蘑菇打人倒是不太疼，就是讨人厌。你先把那门给我开开呗。啊，韩冰让人杀了，走龙魂去。原来你会说话呀，我以为你外星人。这积木我他妈的，我操你哥了，这积木我们今天不打死你的这个积木，你给我放着呢，今天我就必杀这积木。一跑，爸，你哪有脚啊？毫无攻击力，我们这文明啊，你就他妈自盲我是吧？谢手幽灵，水管口，你们点我也点一下。你这一把游戏四个队友全骂那一个人，你说这个人啊，哎，也就这样了吧。ボルタナ